电话打起来。喂，王哥，听说有个主播一万多件没出无级别是吗？我又出了，我出了个帽子，还没看呢，140的。我操，无级别套装效果，去他妈的，操！喂，王哥，无级别的 CD 怎么这么短呀？短短的才过去十多分钟，又 CD 了。我操！我刚刚出了一个三篮子，然后又出了个无级别，又是成就。我不知道呢，还没看呢，我等着给你打电话一起分享呢。什么473，命中国标，再来150无级别，再来150无级别，玩个鸡啊！王哥，我又出无级别了。150的，我跟房产打游戏呢，房产告诉我你要又要接电话了。我操，他妈这太不真实了，一晚上三件，哦，这太真的太不真实了。举报啊！举报！给主播点点举报，给主播点点举报。这逼开挂了，无级别84房的帽子。